所以我们要搅拌咯。哎呦，哇，来了，就表示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够高的，然后浓度是够的。你看我很容易就变这么黑，有照到太阳的地方，手臂跟胸口是不一样颜色。那你现在白惨，三天。对，所以我从小都是不能错过任何美白的方法。最近因为夏天快到了嘛，我真的用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，然后想要带给大家——卫星美白精华。它从巴黎时装周红回来台湾之后，我才知道。然后它之所以叫做卫星美白精华，就是因为 它像卫星一样，可以360度防堵我们肌肤有可能会生成的黑，还可以全方位的帮我们的肌肤达到亮白还原的效果。它这里面添加两个主要成分，有两个足量的传明酸跟乙基维生素 C， 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来讲一下，它这里面的传明酸呢是食药署规定法定最高剂量 3% 的传明酸，那传明酸就是有效防堵黑色素的生成，就像医美在打的美白针，主要的成分就是传明酸。那它里面还有乙基维生素 C， 这个也是食药署公告哦，是公告有效的美白成分。它其实还有添加的来自西太平洋珍贵的植物萃取，它可以舒缓我们晒后的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用起来也很舒服。另外它还有来自法国的珍贵植萃，很快吸收哎，而且透亮。天哪，我才按3下。 透亮，立马，哎，你看我两只手，细致透亮，发烧的。我今天带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给大家看，很特别哦。这个呢是一般的碘酒，老师，那我这个里面呢，就其实就是普通的自来水而已，什么都没有。好。 它现在呢，就是自来水跟一个褐色的碘酒嘛，这个是我们的卫星美白精华。那我就这样子滴一个滴管进去哦，等下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，一些进去之后呢，大家看看，我现在要搅拌咯。哎呦，今天来了，这不是魔术哦，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，就是我们褐色的碘酒，只要碰到足量的维生素 C 之后呢，它就会把这个褐色的碘分子还原成没有颜色的碘分子。是哦，那它这里面真的是有足量的维生素 C， 浓度够高。老师，你再帮我加一点碘酒进来没问题。不要喝了哦。对啊，不要喝，不要喝，加进去。你看，再加一些碘酒，我再搅拌一下，它还是变白了，就表示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够高的，然后浓度是够的。然后像我自己平常用的习惯呢，这样子一管一点点就可以用，先把它放下来，它的流动性很高。 它就是一个水乳状的，所以你轻轻的上脸之后呢，这样画圆轻拍，它马上就吸收了。你看，完全看不到精华液。全身都可以擦。对，全身都可以擦。然后你擦在脸上呢，它完全也不会有黏腻的感觉。像现在夏天快到了嘛，有些人擦这种精华液的时候啊，会很怕黏腻的感觉，它不会，它就是一个流动性很高、吸收非常快速的卫星美白精华。那它这里面还很棒，是因为像我之前用，因为我敏感性肌肤，用一些美白精华的时候会有点色。 色不舒服的感觉，但它这里面添加了乳木果油，所以在一般美白的时候呢，它会帮我们进行保湿润泽，然后我连胸口啊、身体都会用，可以镜头可以看一下。你看我这个脸是很蓬润水润的，就它不会有干干涩涩脱皮的感觉，完全不会是蓬蓬的。那用起来真的很舒服。那因为它有加速肌肤代谢嘛，平常用美白精华都要等好久才有感觉，这个不用，这个2个礼拜就会让我真的是美白到直接亮白一个色阶。我觉得最大孝顺妈妈的方法就是我们跟着妈妈一起保养，一起变美，这样才是最孝顺的。好棒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